有人要吃鸡腿的无？三百块，三百块。你二两五谷鸡腿三百块，我吃三百块。哎呀，我来讲啊，我无我这个三零啦，吃起来好啊，吃起来好啊。来，三百块要吃鸡腿的啦。三百块，人要吃鸡腿无？三百块。你二两五谷鸡腿三百块。来了，我来讲啊，谢谢了。我说你鸡腿是炸加料。炸加料要。你吃好啊。青菜来了，三个鸡腿汤，一盘鸡腿拢给了，三百块，拢是啊，青菜来了，哎呀，这疫情也无啦，变啊少啊，三百最后一个无，最后一个三百块，三百几啊？来来来，来直接一盘好了，没有了，一百块。伊啊，当是讲要吃鸡腿贡了，一盘好贵，你要吃鸡腿贡了？够多。你要搁食啥？有要白酒无？蒜泥五百好啊，剩只尔一地五百，两地三地啊，四地啊，一地够二五百。干哪要食鲑鱼嘞？好料啊！鲑鱼对。来鲑鱼要食干碗五百好啊，剩只无啊。我鲑鱼拢卖了啊，大地啊，只大地拢五百块啊。一地够三地买，只退钱，一地够啦。来五百，上来食，五百块。我一千啊！一千好，一千好。鲑鱼无啊嘛？无啊。谢谢。来，各位看，中午啊，吹吹啊，起起来啊，小路干。有人要吃这个？要吃干贝无？要吃干贝，一千块。有人要吃干贝无？这大碗，提起你就做。啊，真大碗！这大碗我真真的落去。这一包七十五，两包都千五。哎呀，就三个人加买干贝，一千块上面吃，一千块就这样啊。这个来啊，一千块啊，啊，怎么去？一千块要吃干贝啊？有小贝有没啊？一千块要吃啊？无安尼啊？就两个人加买就好啊，干贝一千块上面，一千块才三点半。一千块要吃干贝啊？确定无啊？Ready， ready， 报告你啊！大姐，最后才八百无啊！你讲我做几只？说真啊，你个十万，萝卜包过来。我来讲啊，我来干杯，你无买，人家你买两包试下看嘛，真正拢无。小家庭四百，四百好无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好，谢谢大哥。不然那个叫啥？五百，我这个别了。清洁都不高了，我放在上面。来，来啊，这是我这边，我是蛮强的。这样，还是包给人家。胶原鸡胸骨，这两只有一个冷骨了。你看真正鸡是愈薄愈香，比排骨刷好食。这一包外重，你知无？一公斤怎做？这一包一公斤的啊，谢谢阿姐。这一公斤的，唔免让你开五百，开六百块啦。来，我来讲。我卖四包就好了，一包一公斤的要煎要煮，现在你唔免五百，唔免四百，先便宜先赢。两百块了，两百块了。来，胶原鸡胸骨两百了。来，两百块上面写胶原鸡胸骨，要干过五，要干过五。买了，买了，直接买了，别弄别弄嘛。来，不输了。啊，小雪好了，小雪卖了过来换冰箱啊，冰箱卖不了过来换吧，再来换牛吧。来，上面写蒜泥的色地咯，这蒜泥色地这用钱的啊。来，什么写免五百，三百我都。来，什么写蒜泥色地哦，三百块。三百，什么写蒜泥哦，三百。一人给他加冰冻的三百块了，三百，人要吃无？三百。我来讲吼，金龙三十五，七个人吃，几个？八个人吃，九个人吃，啊，十个人吃。这叫加冰啊，加冰啊，加冰袂恁三百叫好吃嘛？当然好啊。
加边的算理由，对吧？台湾讲话，他说你那个毛就是别的，挂过来我那个毛没关系，先给钱先呀，我先取几块钱就是了，我理由。阿别说完了，阿别说完了，阿别过，你过过点阿贵哦，啊。这包花雕鸡汤嘛，都有十二个鸡吧？汤头恁咪会回甘，会甘丁啊？这包猪肝串，花雕鸡340来，好啦，好啦，紧啊！哦，其他都我袂浪费，我意思两无啥啦，我唔过大概嘛食阿三二去买。哦，好无？是我无表示。好啊，这包你拢继续。我袂只算你一斤的钱要你多少？剩咧只四样物件拢送你，一边五个人继续。300块，钱啊，300块好比啊。三包，你那两个重口，一两个，那个只要那么多而已。他们就来了。
你说上面啊？一十八是半块，这不够小，都够好些，一百是中间的。这一百够好些哦，一米不零出。姐，你要学一百哦。啥？一米不零出上给钱啊？一米不零出够人要来无？是的，是的。这一包是讲斤一百够要来无？好几包了。快点！啊，这股牌上面写185安格斯黑鸟大理石纹路，12001000块。这样，我看地板行价就700块啊。对。啊，那股啊，我刚刚刚好一样。啊，带骨牛小排有啷个写无？美国185带骨牛小排。这牛排是很好的，过来你买什么？有恁店的我无甲你看到的哦。是，这三块我摕的，我伫遐切切。啊？好啊。这黑龙江饼哦，啊恁名字头拄个恁来的哦，阿叔。黑龙江饼200好啊，是的，迄阵也好啊，你看起来大块块。这一包2袋，2包4袋，3包6袋，4包8袋，200好了。黑龙江饼过来买来无？细胞背地了，这两个真正做起来哦。到人要买100块吃看嘛，100块。100，人要试试哦。A 档虾饼。啊，对个。过来买啥物？你若要吃鱼啊、鲍啊、黄鱼，啥物鱼拢无要紧呢。要吃啥我就甲催落来。你几点来无？我稍后过来，稍后来买。你遐咸鱼还够有无？